星级论证。咁啊，今日讲下啲有个别消息嘅股份，同大家睇睇啊，讲下只金蝶啊，268啦。咁啊，呢只股票咁啊，最新咧就获得呢个卡塔尔投资局就入股嘅。OK， 咁啊，10.1，即系对比起消息公布前4%左右嘅折让啦。咁啊，入股，咁啊都好少见到啦。即系你话，尤其是一两年港股咧，即系都比较差啦。咁变得冇话听到啲大嘅。即 big name 去入股一啲香港嘅上市公司，尤其是科技股啦。咁我諗呢一單嘢都會令到隻金蝶有返個承托力先啦，即係始終卡塔爾主權基金我都唔嘢笑啊，上眾你嘅。咁我諗都應該有返啲實力，或者有返嗰個前瞻性喺度啦。咁而事實上金蝶即係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呢，個走勢都唔差嘅。好啦，曾經都上過11蚊樓上嘅。咁啊，都有一段嘅走勢啦。但係當然佢始終之前個蟹貨區或者個頂部啦，12.5嗰啲位都頂得幾實嘅。所以同埋加上啦，港股啦，又碌翻落嚟嘅時候咧，佢係落翻嚟，即係大概消息公布前嘅水平。咁所以變得啊，直播率又翻喺度啦。咁所以就今日就推介下只金蝶啦，試一試佢嗰個卡塔爾嗰個底頂唔頂到啦。市場上面金蝶嘅 call 率唔多嘅，好彩星戰有隻好嘢俾大家，編號21136。咁啊，行使价就14.88嘅，实际杠杆有3.3倍，嗱，引申波费高嘅，7字头嘅，咁但系都俾到3.3倍大家，咁啊，证明个条款都正啦，同埋最紧要个年期都几长下嘅，7月出年，如果睇错边或者可能唔行嘅时候，你都有得坐下先嘅，咁所以今日就推介只268 call 21136。